让我们一起啊，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可以自由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敬拜。虽然撒旦想要借着疫情要我们远离与你的实体敬拜，但是他的诡计不会得逞的，因为你是个灵，拜你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愿你悦纳今天早晨的敬拜，让我们的心与灵与你连结，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阻挡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敬拜，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隔绝我们与基督之间的爱。让我们来赞美你，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因为我们受造就是为了荣耀你。世人因犯了罪以致亏缺了你的荣耀，过去我们也是一样，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因着你的怜悯与拯救，叫我们可以重生，可以重新活过来。让我们今生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主而活。再次祈求主使用今天的崇拜向我们说话，启示你自己的心意，好叫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愿主来鉴察，愿主来悦纳。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怎样的众人
Oh,
各位 ALCBC 的众弟兄姐妹们，以及在线上透过网络直播一起来敬拜我们天上父神的主内众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就是神的应许与人的责任。首先我们先来读两处的经文，头一处的经文记载在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十三到十五节。好，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着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好的，以上，感谢主。这几年来，世界的风云变幻，灾情四起，你我皆没办法置身于世外，不禁令人想起，是不是世界末日已经到了？常常有人在问，是不是世界末日到了？其实，当我们对照圣经真的是有太多的预兆发生了在今天的世界上。就拿去年一直到今年这个席卷全球的瘟疫来说真的是来的时候让人措手不及，手足无措现在呢又防不胜防原本觉得离我们是很遥远的事情眨眼之间就在眼前了。记得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疫情只是在东方在那边发展我们就感觉离我们很远可是没多久就在我们的眼前。今天全世界都在忙着接种疫苗但是接种疫苗就万无一失吗？何况还有那么多不符合接种条件的人他们不能够接种要如何才能够在根本上解决这个瘟疫的问题呢？那就是让瘟疫来止息，来止住。这个瘟疫自古以来就有，而且总是莫名其妙的来又莫名其妙的消失，莫名其妙的走了从科学和医学的角度来看，还没有一个人还没有一个人为的科技或是医学可以完全来控制或是消灭这个瘟疫。今天无论是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我们每天的焦点所思想的都指向这一件贴身的事情我们的话题，我们的思想都离不开这个疫情病毒对我们的影响。好像那些不信主的人
受的影响比较小，或者不受影响，看看他们照常吃喝玩乐，无视这个疫情。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影响至大。我们已经快两年都没有实体的聚会了，失去了与肢体之间美好团契交通的机会。在这个疫情期间不论任何的宗教他们都会鼓励鼓动他们的信徒为那些受到疫情伤害的人的身体来祈福。那各教会呢也都祷告寻求神的医治和怜悯。在聚焦于疾病本身的同时呢我们也应该多一点的来思想这个疾病所带来的属灵意义何在。或许有人不认同认为凡是苦难疾病都是出于上帝的惩罚。这也是约伯记所带出的神学观念。然而不可推诿的就是在圣经当中也有不少记载着是因为国家民主的罪恶甚至于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一个国家的君王的罪恶所带来属灵的破口让魔鬼有机会肆意的对生命来进行攻击进行破坏。而上帝容忍这个事情发生我相信是为了要带来属灵的觉醒和回转。其实圣经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大小事情都可以从圣经当中呢找到因果。因为圣经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就如这个瘟疫在圣经当中就有许多的记载。出埃及记里面记载说当法老硬着心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上帝就降了十个灾难给埃及。那么这十个灾难当中至少有两种是属于瘟疫。另外呢我要带大家来看几次瘟疫发生的原因。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以及怎么样止住这个瘟疫让这个瘟疫呢消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随便举了几个例子告诉我们这瘟疫在圣经里面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瘟疫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会众的悖逆神的子民的悖逆根据民数记十六章里面的记载有一件叫做可拉党的事件就是以色列的会当中呢会众当中有250个首领他们结党来叛变攻击摩西和亚伦所以呢神就让这个地呢就裂开开了口把这些人将他们活活的呢吞下去然后再合起来。那么这个事情呢本来就应该到此就结束了。结果根据圣经的记载说次日就是第二天百姓呢就继续的发牢骚发怨言攻击摩西和亚伦。那么这一犯再犯就让神就降下瘟疫那么这次瘟疫呢选民神的百姓一共死了一万
4000人啊，直到亚伦啊，他为百姓啊赎罪的时候，啊，这个瘟疫呢才止住了。这是第一个原因啊，因为背叛。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们来看是淫乱祭拜偶像。根据民数记第25章的记载啊，石亭啊，这个地方是以色列民他们进迦南最后的一站。然而百姓竟然在这里与摩押的女子行起了淫乱啊，被引诱拜偶像，吃拜偶像祭物啊，以至于呢这个瘟疫就进行啊在他们当中。根据圣经的记载，当时候遭到瘟疫攻击死亡的有24000人。后来经过祭司亚伦的孙子腓尼哈，他勇敢的把那些行淫的女子和百姓都杀了，这个瘟疫啊才止息。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原因啊，在圣经里面这个瘟疫发生的原因是出于人的骄傲，要挑战上帝的荣耀和全能的统治。凡是追求自己的荣耀和邪恶欲望的这种行为啊，都是向上帝的荣耀和他的统治，他的主权的一个挑战行为，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罪恶。根据撒母耳记下24章的记载，大卫他晚年的时候就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他起了自以为义的心，他就派约押去数点百姓。那么大卫这个数点百姓的动机啊是骄傲，这个数点的结果呢更是骄傲，这都是神所厌恶的啊。所以呢当大卫数点了男丁之后啊，他马上心中自责啊，继而悔改啊，求神怜悯。那么神呢就给他三个选择要来惩罚他。第一个选择是7年的饥荒。第二个选择就是被仇敌追赶3个月。第三个选择就是3天的瘟疫。那大卫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啊。于是呢，耶和华就降瘟疫在以色列人当中啊。这一次呢，民间根据圣经记载死了7万人。后来怎么止息的呢？大卫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然后献燔祭和平安祭啊。如此呢，耶和华就垂听众百姓、垂听国民的祈求啊。那么这个瘟疫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就止住了。所以呢，从以上我们圣经的这些例子来看，发生瘟疫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归根究底瘟疫的终极原因就是人犯罪的结果。人选择离开上帝圣约的保护，滥用了人的自由。也就是说，瘟疫的根源是人的罪，
古今啊皆然。因为人犯罪之后啊，就不敬畏神啊，不守神的诫命啊，所以人跟神的关系就破坏了，就导致各种关系啊的破坏啊，例如人跟环境啊，人跟人，以及人跟动物啊群体关系的破坏，有很多瘟疫啊都是动物引起的，跟动物有关的，因为人跟动物的群体的关系，因为人的罪的关系都已经破坏了啊。虽然原因很多种，但是瘟疫的止息却只有一种啊，都是圣经告诉我们，都是由于义人的祷告，由于人的悔改，以及由于神他自己的怜悯。当病毒啊疫情在世界大爆发的情形之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历代之下七章十三到十五节这段经文，是被人们引用最多的经文。我记得在刚刚爆发疫情，在美国刚刚爆发疫情的时候也就是在2020年的年初的祷告会上我就经常引用这段圣经而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引用这段经文往往是因为看到这段经文当中的宝贵应许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祷告上帝呢就会医治这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轻忽了这段经文当中有关人的责任这段经文里面有神的应许也有人的责任这个应许就是说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会来医治这地也就是说这个应许反映出上帝的慈爱但是这个应许不是轻轻忽忽的就可以得到的。这就要谈到我们人的责任。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圣经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要自卑，要祷告，要寻求神的面，要转离他们的恶行。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祈求神的怜悯祈求神来医治这地，我们就应当要尽自己的责任首先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不能坐在那里等着让别人去做。我们看看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段里面请特别留意在第十三节提到出现了三个灾难第一个灾难危险就是干旱这是指气候的灾难。我们看到今天也是有这样干旱或是气候变化的灾难有关的。像什么飓风、台风或是缺水、干燥或是水太多造成洪水等等这种属于气候性的灾难另外呢，第二个提到说蝗虫之灾、蝗灾这是指大自然的灾难的环境被破坏所引起的那么第三就是今天我们的重点提到瘟疫发生在人类身上的疾病
当然有一些瘟疫、是在动物里面、传播的。那我们今天所讲的瘟疫是在人类身上的这些病毒疾病。所以在十三节、告诉我们今天世界上有各种的灾难出现，不论是天气的灾难带来的灾难、或是、大自然的灾难、包括瘟疫、那么在第十四节呢，神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神说要医治、我们知道医治是神的工作，但是请注意、圣经说若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神对他名下的子民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从神、得到、帮助。神说如果你的人生当中发生了任何问题、需要帮助，这里就可以找到办法。也就是说，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所以这里呢，的确指出因为罪的关系、人会失去神所赐的、福气、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回转、我们就必能够重新、经验到神的赐福。那我们来看看、人的责任、是什么。神已经应许要医治这地、要帮助我们、除去一切的、灾难和危险，这是上帝已经应许，但是我们必须要尽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自卑。我们看见这次的疫情、再一次的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我们人类，我们人的软弱和有限。看起来好像疫苗、不能够、对付、新的 病毒、好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发明了使用了疫苗、可是新的病毒又来，所以呢，让我们感受到人真的是有限，人真的是非常的软弱、教导我们要学习、谦卑的功课，也让我们、醒悟到我们的生命不确定性、以至于我们有勇气来思考来面对、生死。神说我的子民、若自卑祷告等等等，你看首先他提到了是自卑、然后呢在祷告，这是真心的、选择、我们愿意、完全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坦诚我们自己的不足和缺乏。但是这里所说的自卑、不是那种自己看不起自己的意思、原文这个自卑的意义是谦卑的意思。上帝他垂听、存着谦卑态度的祷告。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做人要谦卑，是我们时常听到的道理。但是我们、仔细想一下、为什么做人、要谦卑、在世俗的教导当中、我们时常、用满招损谦受益、这句话来强调做人要谦卑。
当我们从字面来理解这种教导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谦卑是为了避免损失和得到好处。换句话说，人的谦卑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有的态度。就好像我们常常体会到的，有一些小人他们卑躬他们屈膝表面上是很谦卑的样子其实呢，他们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有这样的态度为了不要有损失，为了得到好处因为满招损嘛谦受益嘛，为了得到益处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存着谦卑到神的面前来不是因为为了什么目的，而是因为我们跟神那种关系的存在以至于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屈膝在神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渺小的，是微小的，是无知的，是无能的。大卫在诗篇22篇的祷告里面，他说我是虫不是人这篇诗篇呢，是大卫遭受敌人迫害的时候的祷告。他体会到自己虽然身为君王但遭遇到无能为力的情况的时候，他真的自己感到什么了不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上帝。只有把一切的困难向上帝祷告求上帝解救。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也许我们口头上很会用谦卑的一些字句来讲给我们的神听，说神啊，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我们很谦卑来向你祈求。也许我们的字句，我们的口头上讲给神听说我们很谦卑但是我们态度可能不是谦卑刚刚请记得第十五节这里说上帝他会睁眼来看，会侧耳来听当我们带着骄傲的态度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神绝对不会垂听的我们看到在自卑之后，接下来第二点就是祷告先自卑再献上祷告这个祷告在这里的意思呢可能是恳求的意思，恳求如果翻译成恳求更为合适因为整个经文的背景来看，这个祷告是很有强烈很有紧急的意思在里面。我们今天面对疫情的无能为力，我们也是有一种强烈紧急的意识在我们祷告里面同时呢，这里的祷告也表示对自我的审查因为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人会经历圣灵的光照看见我们自己的罪包括我们隐而未现的罪第三人的责任就是寻求神的面你说我们都看不见神也看不见神的面，怎么来寻求他的面呢其实在旧约当中希伯来语这个面的意思经常被翻译为同在所以我们寻求神的面意思呢就是寻求他的同在
寻求神的面的呼召，是神向他的子民所发出的。为什么？因为神的子民已经离弃了他，需要回转来归向他，来寻求神的同在，寻求神的面。第四，人的责任，为了要得到神的应许，人的责任是转离恶行。那么这里的恶行是指什么呢？在这段圣经里面没有明说，但是如果你了解以色列历史的人都明白，这里的恶行其实就是接下来22节所说的离弃上帝，侍奉别神，拜偶像的罪。这个属灵上的淫乱会导致其他方面各种的罪，例如会导致不公义，导致社会道德的堕落等等。所以呢，拜偶像可以说是以色列所有罪的根源。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神就是要以色列转离拜偶像的罪，回转来归向神。总而言之，要得到这段经文的应许，神的儿女就要离开自己的偶像，要悔改归向神。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偶像，好像金钱名声、成就、追求舒适贪爱世界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神在圣经里所赐给圣徒的诸般应许这些应许就好像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神有多少应许圣经里面有多少应许。1956年时代杂志刊载了一篇研究圣经所有应许的文章。那一位作者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统计出来说，圣经总共有8810个应许。保罗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今天我们所读的雅各书第5:16，我们再来看一遍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一段圣经里面也有提到神的应许。什么应许呢我们可以得到医治这个医治呢在今天来说，我们也可以为着祈求神来医治这地，医治这个瘟疫的灾难的疫情求神来医治，求神来止住这些经文一样的也是充满着神的应许。但是 这段经文呢，一样有人的责任要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的话，我们发出的力量，祷告的力量才大有功效。请注意雅各在这里说的彼此认罪
与互相代求啊，都跟得医治啊有关系的啊，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啊可以得医治啊。我再说，彼此认罪，彼此代求啊，都跟得到医治有关联的。这个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在原文的意思是好叫你们被神医治。这就说明了彼此认罪跟互相代求是神所喜悦的，因此他也垂听人的祷告，彰显他的医治大能。这里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谓义人意思就是说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人，是指着信靠主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的人，并且呢他在神面前所行的都是义的，都是义行的。所以呢有功效的祷告必须是义人发出的。那么这句话呢就告诉我们无论是牧师长老或是彼此代求的信徒只要他们是义人，他们的祷告都有功效了。只要他们是义人，我要这个义人不是那些歌星明星演绎的义人因为这些义人都是在表演我们做义人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不是在表演讲到这个表演，我就想到确实在圣经里面有借着祷告做表演的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记载着有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他们怎么祷告呢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就是在做表演，他说上帝啊，你看我多么的虔诚，我每个礼拜都来敬拜你我也十一奉献我也不犯奸淫，也不做坏事情，你看我多么的虔诚。然后你看看旁边祷告的这个税吏呢，这个人呢他贪污他很多的败行。结果呢当这个税吏他怎么祷告呢，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在神面前，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是不配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是在表演这个税吏的祷告是蒙神悦纳的所以就让我们看见真正义人的祷告意思就是说只被神称为义而能够发出信心的祷告，他相信神他承认神的主权，他顺服神的旨意的人，所以他们的祷告是强有力的，是大有功效的。所以祷告大有功效，为什么？因为上帝有大能且听祷告。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在教会的历史上可以得到印证。如果有人尽责任，我们就会看到神宝贵的奇妙的应许就成就，包括我们一些又大又难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到了神的面前。今天什么事情是又大又难的事情呢？当然是瘟疫的对付瘟疫的这件事情。你看全世界的人类的智慧就没办法
来抵抗啊这个瘟疫，叫瘟疫来止息。我们知道上帝他可以把我们人类又大又难的事情啊，透过我们义人的祷告啊，可以来成就，来叫瘟疫来止息。这个我们刚刚看了啊，圣经里面就很多的例子啊，瘟疫不知道怎么来，但是瘟疫的止息在圣经里面都是上帝的大能。因为上帝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只要我们人肯悔改归回转向神，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必然会降临的。但愿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尽我们的本分，那么神就会成全他的应许的。愿神透过今天这样的分享，让我们充满着盼望，充满着信心，让我们来成为一个祷告大有功效的义人，来归向神。愿神赐福每一位。我们再来做结束的祷告。感谢天父，是的，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但愿我们都肯尽上自己的本分，遵行你的话语，好叫你的宝贵应许能成全在我们身上。看到目前世界光景被病毒肆虐而毫无对策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唯有父啊，你是世界唯一的盼望。但愿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传递分享这个佳音，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而人人归向你。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应当警醒等候预备，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爱惜光阴。因为现今世代邪恶，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未来这个礼拜，但愿我们与主更加的亲近，更加的体会主的心意，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也特别祝福我们 AOCBC 每一个家庭，明天孩子就要返回学校，求主你保守每个孩子都平安不受恶者的伤害。祝福每一个家庭，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Thank you.
来唱赞美神，作为我们的结束。